刘亦菲近来爱上了英伦风的色戒装扮。日前，她与母亲趁着春节假期去香港血拼，当天刘亦菲依然穿着王家之同款的黑色长风衣现身，带着英伦范儿礼貌。不同的是，这次女神推的行李多了，除了红黑两个行李箱，还有一个购物袋，大大的 logo 展示着血拼的胜利成果。刘亦菲母亲刘晓丽依然妆容精致，依然是一副贵妇范儿。她让女儿坐在椅子上先等一会儿，此刻竟然无聊地吃起手来，女神一秒变婴儿。随后两人进入电梯，来到机场出发大厅，卡宴座驾已就位，豪门的司机也是一位帅哥。帅哥把行李安置好之后，美女刘亦菲迅速坐在卡宴后座乘车离去。